现在大家请为这五位即将受洗的天主仆人祈祷，恳求全能的天主父、管事仁慈天主既召唤了他们，引导他们到达这个时刻，求天主也以示他们光明和力量，使他们勇往直前的追随基督，公认教会的信仰，也求天主恩赐他们因圣神而更新。我们就要诚恳地呼求圣神降临到这水上。诸圣祷文。Thank you.